那你厉害哦！妹妹要吗？给妹妹一个。妹妹敢吗？给妹妹试试看，给妹妹试试看。很快，就笨了。哎，他就直接跳上来。没了，哎，太快了。喂完了啊？拿回去那边放。没有了，他知道了。他就要掉了。去洗手。妹妹。大象妹，刚刚帮奶奶捕的没？那洗手哈，硬啊！可以，擦擦擦。会咬咯，大象，对不对？会啃。来。它会咬人的笑哎。是啊。它吃的很快哎。嗯。它玩呢，我要玩呢。它俩过来，你去爸爸那边去。你帮我，你妈，你坐，你下来不？来。下车。下车。Hello。You are busy。老公要走了，我要休息一下。我上车喽。这边是喂大象的，喂完了，我们就要上车走咯，回咯，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手心那边有什么东西。走。太迟了。小心一下。动物园就这样走完了。我们走完了，我们差不多是11点、10点半左右来这个马六甲动物园，然后现在已经是大约12点半，然后就要离开这个马六甲动物园了，走了差大约2个小时左右，一半上半场是用走的，下半场是坐这个车。
我是五个人。嗯。好，现在就去看看其他的有没有手信啊之类的，看看吧。又在玩。原本没有事的，被他挖成一个洞出来。然后被管理员看到，又会装埋回去吧？不会的，我觉得他这个蛮挖了好久了，对吧？嗯。回来喽！走吧。没有东西拿。看这边有什么？Look at this.